由朴叙俊、IU 领衔主演的韩国电影 Dream 剧组近日到网络节目 IU 的调色盘进行宣传。在说到印象深刻的拍摄趣事时， IU 却被其他演员群吐槽讲话太浮夸啦。 IU 说到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和朴叙俊在拍感情戏时脸上停了一只蚊子， IU 则说当下状况很尴尬，毕竟朴叙俊当时感情投入得非常好，但为了不妨碍对方，只说自己豁出去被蚊子咬。 IU 也表示因为是山上的小黑蚊，因此留下了一个多月的疤，让朴叙俊一脸疑惑地问一个月，却让一旁的许俊硕直说这话说得太过分了吧，真的是一个月吗？ IU 马上帮自己解释，我会在节目中说谎吗？然朴叙俊在一旁更问道，就是因为在拍节目你才会夸张的吧，引发全场爆笑呢。